去还好看一点。真的啦，真的啦。我刚刚我今天讲，我们没有，我刚前面跟你说了，客人就这样一直。啊，你们刚进来的时候是不是刷流？我怎么打给你跟你讲打枪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你跟我讲打枪之晚。我怎么跟你讲打枪？然后他们回来之后又说要流啊。谁刷流？400块就早就放桌上了。我刚刚打枪费是早就放桌上了。进来的他们是刷流吗？你不要讲客人。你不用讲他们，你不要讲他们，我就我传播公司你对我就好了。我是不是跟你讲客人们打架？你是不是跟我讲说要留吗？没有没有，你出来啦，你出来，不要你小小啦，你不要这样子乱客人。我跟你讲，你现在再不出来，你以后真的没有班长。出来，出来啊，出来啊！不要来这样子，出来的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我只要出来了，谁跟我讲超流？说我现在来，我做那么久，他妈一毛钱都拿不到。你们把他留住，拍一下电视。有有有，拍有拍。把他留在里面，不要出去了。拍耶，不好意思。你们先直接进警察包。那、啊、我现在都坐多久了？要一个小时了呢。哦。好，你们先动手是不是、啊？动手怎样、啊？你他妈以为你真的很厉害是不是啦？没有。你让我没有班上，没有关系的。你他妈先动手是不是？你叫他们就你们就他们嘴欺负我这种女生。干你娘！有有有有有。哇、哦，真的很凶哎、欸！你连要电连电视检查机带回去啊，还有连我，你一起回去做笔录。哦。那所以我啊，所以嘞。啊，我所以你不要你不要离开，你不要离开，人家好乐迪他妈已经报警了，你不要离开了，你不用离开了，你把电视也砸了，电视上去拍一次。拍他刚打的位置是怎样啊？你不用离开了啦，你刚刚不是说可以了吗？你不用离开了，我干嘛、啊？你不用离开了啦，我永远记住你那巴掌了。哦，等一下直接去做笔录。